认为说我们台湾在这一次的防疫的工作上做的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好，所以可能认为说相关的防疫物资应该不需要再做竞争或者做补充的部分。但是后来发觉这个整个国际的疫情啊又越来越严峻，加上我们苗栗又在发生了一个确诊的案例，所以这个我们镇长啊还有我们里长啊特别就是说希望我这边能不能去帮忙采购一些相关的防疫物资。那我那时候就跟镇长报说，如果真的有需求的话，那就不需要采购，就我来去帮忙，他们能买到就买到，买到多少我们就提供多少。那目前我们先提供给比较需求的会面对大众的我们相关的这个前线的单位，然后如果还有其他的相关的学校也好，或者相关的这个医疗诊所的一线的，如果有需求的话，那当然我们镇长虽然只出一张嘴，但是他四处去了解状况，有需求的他就会跟我提出，那我跟镇长报告说，真正有需求，那我们当然要保护好我们自己中南镇的。啊，这部分有需求的，我就尽量能够采购到多少就提供多少，这是我这次的提供这一次的方向的一个目的跟方向在这里。